海螺大家好，我是海伦。今天示范的是润和水膜湿敷，第一步，给先清水稍微拨洗一下，用纸巾稍微压压，还有一点水分没关系。第二步，润和油厚厚的上全脸，稍微按摩30秒。第三步，润和露四下全脸抹开。第四步，润和双压到底3下，全脸抹开，白白的一层。第五步，经露8至9下全脸抹开。第六步，两片面膜只泡开水，可以喝的水，盖上全脸后湿敷10分钟，这10分钟内要继续喷水降温。七步，湿敷10分钟后拆掉面膜纸，持续补擦润和露，加润和霜，加润和油，这样就完成润和湿敷了。